主料则主留一个，辅料炼奶，准备时间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一到两小时，紫薯洗净上锅蒸熟。判断紫薯是否蒸熟的方法是拿一根筷子扎一下，如果特别容易扎进去，说明熟了，将紫薯用勺子压碎，加入炼奶，搅拌均匀，放入料理机开打。这时打好的很细腻的紫薯泥可以这样吃，也可以做成馅料包包子，做面包，做冰皮月饼，都是很没错的选择哦。烹饪技巧，判断紫薯是否蒸熟的方法是拿一根筷子扎一下，如果特别容易扎进去，说明熟了。二，炼奶的多少可以根据自己口味进行调整，另外也可以加入牛奶和白糖代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